特色恩是一个真坚强，又有勇气，又敢承担的领域，所以我对他不但是一个好朋友以外，更重要他有共同的理想，不管是在教育、在文化，尤其对年轻人的就业跟创业，充满着一个正向的期待力量。我来支持他，就是希望高雄好、新北好，我们所有团结在一起，有正向积极的力量，大家好好啊做代志。请大家支持高雄市三好柯志恩来做市长，哦，新北、高雄、北部、南部联做伙斗阵行，才能勇敢团结台湾的这片土地。大家有好好啊，拼一个好生活。市长，那个市民的人说你们是武力探长跟那个长相女王的结合，那不知道您怎么看？对，我对你的了解，他当老师的时候，派学生，横习学生，带领学生，很清楚他有个目标、方向跟愿景，所以我非常敬佩他，这么好的老师。值得我们尊敬以外，更值得我们信赖。我们信赖柯志恩可以给年轻的学生也好，年轻人要服业的梦想也好，可以带来一片的机会跟希望，让我们高雄市变成一个健康、快乐、有希望的未来城市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委员，请问一下，就是今天侯市长特别邀请侯市长下来，那怎么会选三民左营这一带，有什么用意？我想三民对我们所有的议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，我们常说三民赢高雄就赢，所以在这么关键的地区当中哦，我们也特别要为我们这个四位议员来做一个加持，然后当然也请我们侯市长来陪大家，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他的群众魅力里面呢，能够为我们增加更多的底气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